好，计时开始，13秒。好，别这样。要先清楚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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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要清楚。先清楚，几次再写密码。好，赶快现在按字。停。密码09721111。对或错？ 李纯来，李纯，奖金30000块来请插卡，你出了这次可以挑战奖金，你总决赛还可以挑战了哈。来，里面3万是你的，请出示2道提示。两个密码呢，分别是总笔画41画的高中生向教授，或是总笔画58画的机器人杀人。嗯，高中生向教授那看起来就比较老成了哈。对啊。来，什么老成持重还是什么？ 老成持重啊，这个4个字啊，或者是什么？提前发育，那不是成语啊？那机器人杀人，触目惊心，触目惊心，嗯，类似像这个4个字，你会写呢？58画，哦，那我就选58画最好，因为你是做机器人的，对，笔画会不会太多？你只有1分钟哦，没关系，挑战看看，挑战哦。那请锁定机器人杀人58画。 高中生向教授是哪4个字成语呢？请看，老气横秋。选到太简单了吧？唐长刚在跟你眉来眼去，你没看到吗？你确定？老成持重啊，老气横秋啊。对。对。好，没关系，没有选这个，说不定机器人更简单。机器人杀人，请出题。风声鹤。等一下，计时1分钟开始。哇，这更简单啊。 只不过他们这个啊，他按错了，3画，对，他按9。字还写的不错，你看高中生现在还有人用写字，但还是要利，不难不难。 很简单。哦哦，中文就是这样，越看越不像。对。停。好。几秒？47秒，也就是你可以待会要改的时候，还有13秒可以改。对。哦，你现在发现哪里不对了吗？他第一个按错了，他想要按09，他按成03，对吧？ 对，我们不要提醒他。哦，不能提醒，奖金送给他们。密码，请说。03171111。对或错？还有13秒，对不对？计时开始，13秒。好，别这样。先写字，清楚，清楚。清楚，要清楚。先清楚，写字再写密码。好，赶快现在按字。停。 密码09721111。对或错？哎，恭喜！哇，这两个成语对你来讲都不太难，不会太难啊。3万块奖金，来，请拿走。好，而且正确解答，请公布。 完全太优秀，恭喜你，男王爷。Battle ATM, who dares to battle? 哦，拜托 ATM， 谁敢来 battle？ 订阅拜托 ATM 的 YouTube 频道，等你来 battle。